凌晨的时候，渔船会在港边，然后卸鱼，然后再在这个拍卖场这边。这边的人哦，都非常的经验老道了。大家一看到自己心目中的鱼，就开始进行拍卖。这鱼要多快？哎，梁阿坤那个名字就是哈，人家说他很会捕鱼嘛。人家说以为他的那个鼻子啊跟猫一样嗅觉灵敏，很会闻那个鱼的味道，所以把它叫鸟阿坤。说了青鱼以前最高产量大概70,000吨，青鱼呢在海洋里面是在中大型的鱼类里面，它也是算一个低层的食物链，它扮成非常重要的海洋的一环，所以我们说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鱼吃嘛。但是我们一直发现这个青鱼其实是越来越少，我们看到那个青鱼捕上来，再跟那个丁香鱼差不多，甚至跟手指头这么小的。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，台湾的渔民蛮聪明的，就自己去研发改良式的围网，它是由3艘船组成的，所以捞捕效率就特别大。当然，同时就是海洋的资源就消耗特别快，所以大概从2008吧到2011年，短短3年左右，就会感觉到怎么鱼越抓越小。对，所以2014年大家终于有达成一个协议，就是说要有休渔期。我们农历哦，正月过年这个就开始休，休到元宵节，再过几日啊，头20天。嗯，20天因为迄当阵拢伫放卵，哦，六月就是讲伊较细尾，啊，可以较大尾在里啊，啊，安尼过还有一个月呢。因为毕竟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嘛，如果没有鱼，那我们渔人是靠什么而活？势必要做一些改变，才能保有这些我们的生物多样性。海洋永续这一块，其实是我可以做得到。海洋基金会这边把规则定得更明确，包括员工的福利、企业责任，再来工厂认证，你要卫生许可证嘛 ，HACCP 啦 ，ISO 2000啦。你的鱼的来源有没有追踪追溯？因为我们使用的鱼都是要经过海洋永续这边认证的渔船船队，船上他们上面会装一个 VMS， 类似 GPS 的东西，我们不能去破坏鱼的呼吁的场地啊。所以如果一靠近，渔业署会打电话来讲说不要靠近哦，你们有参加那个海洋之星认证哦。因为台湾的渔业有时候蛮可爱，就是它只负责生产，他没有负责销售，他在海上他感觉不到这个标章跟他有什么关系，因为那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才看得到的，不太想去做任何跟他没有直接关系，然后又要担心受到任何拘束的活动这样。所以我们花了快要半年的时间才把38组船的船主都找到，而且游说到他愿意签名参加。海洋认证标章的青鱼，水煮青鱼，我们选用的是白腹青鱼。那白腹青鱼呢，100条青鱼里面只有一条，大概一条而已哦。你做几年了？47耶。来做47年了，所以他才有资格站在这一位。你看，这不是随便人站的。小时候他们是小姐，做到现在变阿嬷了，当然我们更舍不得他们的离开啊。苏澳这个是一个鱼的故乡，而且比较乡下，找工作不容易，年轻人都外流，那我势必把这个传统产业要把它保留起来，这也有企业的责任在了。现在我才有办法体会以前爸爸的辛苦跟阿昼那一代，所以我们老船长为什么我这样想汲汲营营把它保护下来。
大海其实我觉得它的反应有时候还蛮快的，就是不管是你去捞捕它造成的影响，或者说你对它的保育得到的回馈，其实速度都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慢。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国外，大家是看到海洋之星是访台湾的，这个是因为有爱护海洋什么的而认同感，然后去消费的话，我们就成功了。那在国内，我们参加这个团队，不管是渔船也好，我们工厂也好，也落实这个样的观念，去保护海洋环境、海洋永续，落实渔业政策，加强我们的企业责任，那不是很好吗？